台成立于1993年，除了每日提供新闻、资讯、娱乐等等节目之外，期间还会举办很多大型活动。其中一项长寿活动就是加拿大中文歌曲创作大赛，培育本地音乐创作人就是这个比赛的宗旨。而这个使命已经维持了27届，亦都造就了很多音乐人，每一届的特别表演嘉宾更加令人津津乐道。1470，生日快乐！唔讲你唔知，歌唱 Song and Writers Quest 简称 SQ 呢一个叫法，系由第十届开始采用嘅。SQ 十就系当年嘅口号，而 SQ 呢个品牌就沿用至今。喺过去几年嘅疫症大流行 ，SQ 依然继续佢嘅使命，利用网络联系全国，发掘出色嘅创作人。而今日，我哋终于回归舞台，再次用现场音乐去打动各位。第27届加拿大中文歌曲创作大赛 SQ27 星光30音乐会现在开始。Hello， 大家好，我是 Mary 刘玉凤，咁啊好开心啦，喺度欢迎大家咧嚟到 Michael J. Fox Theatre。咁啊，正如头先喺影片里边啊 ，Brenda 所讲啦吓，我哋经过咗几年疫情之后咧。今年 SQ27 終於回歸舞台啦！係啊，大家好啊！我係 Chris， 咁啊，今晚咧，我同阿 Mary 咧就會係 SQ27 星光30音樂會嘅司儀啊！咁啊，今屆咧作為我哋加拿大中文電台咧啊台慶節目之一嘅其中一個重要嘅活動啦。咁啊，我自己咧有翻去參與咧，其實真係非常非常非常之榮幸啊 ，Mary！今晚我哋五首嘅入围歌曲咧，全部嘅单位都系自己曲词唱包办晒嘅，即系自己会演绎翻自己嘅歌曲嘅。咁啊，希望咧佢哋都有好好嘅表现啦。咁但系究竟能唔能够得奖咧？咁就要睇下我哋三位嘅评判啦。冇错啦，咁啊，所以咧，以下咧，我哋要介绍下我哋今晚嘅评审啊。咁首先就有加拿大中文电台高级顾问 Brenda 卢燕薇小姐。係呀 ，Hello Brenda， 你好。好，你好。你好，咁我都想問一下 Brenda 一啲小問題啦。咁其實咧好簡單嘅啫，因為咧我哋都係聽講咧就話 Brenda 咧起碼都做過80%嘅歌唱評審㗎啦。好好奇一樣嘢就係點解你咁後生嘅？仲係你影過嚟嘅啫。你真係啱聽嘅啫。咁啊，接住我哋要介紹另外一評審咧，就係著名音樂家及呢個演唱會音樂總監 Richard Yu。你好 ，Hello 各位。咁我都想問啊 Richard 一個問題啦。咁其實對一首即係創作歌曲嚟講咧，你覺得有啲咩元素係必須要有喺裏邊嘅咧？大家中意咯。大家中意。係啊，最緊要啦，一聽落去。人哋中意就得噶啦，唔使講其他嘢噶。咁好啦，咁啊要麻煩啦 ，Richard 啊 ，Brenda， 當然仲有我哋第三位嘅評審啦，今晚係嘛？他的名字就叫 Ariel 蔡佩仙 ，Ariel， 嗨，大家好。那我想問一下，那比如說你參加過我們 SQ 這個比賽，可以給我們今天晚上的參賽者他們一些的分享，或者是一些提點也好，或者是意見也好呢？我觉得如果是上台表演，就好好的 enjoy 每一分每一秒，because it's very precious to be on stage。然后如果是创作的话，我觉得就跟着生活的灵感，然后生活有任何的感受，就及时记录下来，因为那个 moment 过了就没了。那谢谢你在今天晚上麻烦你啊、哦，谢谢 okay, 谢谢 ，thank you。系啊，今晚真系要麻烦我哋三位评审啦，咁要。揀選每一個嘅得獎嘅獎項啦，咁而今日嘅入圍嘅作品咧，其實佢哋都會各逐幾個嘅獎項啦，咁啊分別咧就有喺網民投選出嚟嘅加拿大之寶《靈之我最喜愛》歌曲啦，另外仲有最佳演繹同埋今晚嘅冠軍啊，係啊，咁所以事不宜遲啦，我哋介紹一號作品啦，好嘛？好好好。一號嘅歌曲係嚟自温哥華嘅，作曲、填詞、主唱都係朱靜林，歌名《能不能》。很多人说暧昧让人受尽委屈，也有人说暧昧是两个人在一起最幸福最美好的时光。这首歌想说的就是一个男生他的内心戏，一方面呢又享受着跟他喜欢的女孩暧昧的相处，另一方面呢心里又想
怎么样才能突破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呢？而你们猜他们最终能不能在一起呢？你让喧闹变得多宁静，你在黑暗添加了光明。我听我最温柔的语气，我闻过最迷人的气息，我闭上眼睛就会看到你，我睁开眼睛你却在哪里。这梦境美好但有点可惜，我只知道想和你在一起。今天接着我们要介绍二号的作品，是我们温哥华的作品来的，作曲填词主唱孙明佑，二号作品一路好走。一路好走是一首关于生离死别的歌，生离死别是我们一辈子都必须面对的课题。我想要借由这首歌与自己内心对话，也同时希望听到这首歌的所有的听众朋友能够珍惜与身边的家人朋友相处的时光。重复听着熟悉的歌，你最爱重播的那首情歌，可现在是我想你了，留下的东西带不走，尤其回忆频频涌上心头，不要哭，你说要笑容。车缓缓驶过熟悉的路口，隐约看到你曾来过，那时候我不懂你会走。看时光匆匆，景色却依旧，好像从没改变过，我忘了人会来也会走，时间一分一秒不会倒流。谢谢。
谢谢。Thank you, Gary. 咁以下落嚟呢一首嘅创作作品咧，都系同一啲嘅感情有关嘅。咁究竟内容系点咧，就要交俾佢介绍啦吓。介绍我哋温哥华嘅作品《三号》嘅歌曲，作曲、填词、主唱林伟峰，歌名《对白》。好，咁讲到《对白》呢一首歌咧，咁就一定离唔开我最中意嘅作曲家久石让同埋 One OK Rock 啦。咁主要呢首歌我系想佢行一个比较简约嘅摇滚风格啦。咁就一開始以 chorus first form， 即係以副歌嘅形式講咗中心思想先，先至再慢慢再將個故事講翻俾聽眾大家聽嘅。咁希望大家中意呢首歌。那天的對白又在腦海徘徊，仍然理解不到吧？怎麼可以變改？就在腦海深處，想不到辦法扭轉，還未說的對白，永遠滯留在心裡。Remember you said feels like in a cage when you are with me. A little chat and lots of pain hiding inside my heart.That I put you through, I cannot take them back. Now you're not here anymore, all the future is lost. My voice can't reach to you anymore. Come back around, is that all my fault again? 永遠所想吧随着暗涌死去，就在这刻终结吧，多么刻骨又铭心，落在脑海深处，只得悔恨与羞耻，还未说的对白，永滞留在心里。好啦，咁接住我哋要介绍咧下一首嘅作品啦。咁接住就有卡加尼嘅作品啊，作曲、填词、主唱有林俊杰，带嚟有四号作品《雪地巨人》。咁《雪地巨人》呢一首歌咧，系一首我同我老婆同埋一个三岁嘅仔仔咧，翻嚟回流加拿大之前写嘅一首歌咧，就写俾佢哋，就话嚟到加拿大呢一个佢哋唔熟悉嘅地方啦，一个冰天雪地嘅地方啦，咁我都会扮演住一个巨人咧去保护住佢哋嘅。希望大家都中意呢一首好温暖嘅歌啦。咁我系四号《雪地巨人》，希望大家投一票 ，thank you。真意与你结伴在平庸乐土，小小的快乐，大大的意义，谁可会料到？话如何，我都会做到。对你不舍不弃，伟大巨人。在人海中挤过，然后眼界扩大多一点，途中路浪漫温馨过十世纪，在乱世界中拥抱你，与你结伴在那小小世界，发现更大。巨像的手替你们抵挡严寒零下的天气，站在我的身后，有你的就足够。
谁可会料到，话如何我都会做到，对你不舍不弃，世界再大有你真心爱我。只想一起拼出美满的拼图。Thank you， 好，唔该晒 Kelton 一下。跟住就是我哋今晚 SQ 27最后一首入围歌曲咯噃。冇错，咁啊，接住带嚟咧有我哋温哥华嘅作品啊，作曲、填词、主唱郑丽婷有五号作品《也许我们》。也许我们这首歌主要是在表达一个人在一段关系中，的一个无奈以及不舍。那在某一个夏天呢，因为就这么一段特别的感情出现了在他的生命里面，那有一种浓浓的思念气息，那似乎每个角落都充满着一种这个人对这段感情的怀念，但很可惜的是这段感情并没有终成正果，因为某些原因这两个人无法再继续走下去，那很可惜的他们就像两条平行线，就像我歌词所说的，那再也就没有交叉点了。但是呢，我觉得比较让人家开心的地方是，至少这首歌它带给我或是带给这个作者很好的一个回忆，那它也是告诉大家，就是我们都有迷失自我的时候，尤其是在感情的时候，但是我们都可以从中成长，因为我们从这些经验中我们可以学习并用更积极的态度去影响未来。夏天弥漫着思念的气味，是我迷恋还是爱上无解，怎没发现我对你的爱在蔓延，却无法去改变两条线，说再见还是该忘记你的脸，我的视线已看不清昨天，如果时间能给我留恋的空间，或许你还能在我身边，就当作是人生最美的梦，就算以后你不再回头，我还是会永远记得你的甜，夏天该说再见还是该忘记你的脸，我的视线已看不清昨天，如果时间能给我留恋的空间，或许你还能在我身边，或许你还能来我身边。